为拍戏换咗个新发型嘅 Kenny 呢日就出席品牌活动，睇到日前拍档张智恒同 fans 欧彦文进行签字仪式，但系就唔见 Kenny 到场恭喜一对新人。佢冇通知我啊，佢都咁我大波之后都有send message 去即系祝福佢咯，系啊。因為我知道佢都係想低調，所以佢都冇請好多人佢。咁佢話遲啲有機會，即係會咁一齊去食個飯咁樣。下個禮拜就要舉行演唱會啦，咁又會唔會邀請對方嚟捧場呢？我隨時隨地我都歡迎他來，就但也是就是看他的有沒有顧慮，或是看他的心情。